武术里的中国已经来到了第五站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。我们从郭大侠这里出发，去探访一位民间的拳师大力金刚腿。哎，小黄啊，哎，翔哥，哎呀，终于见面了。哎，好久不见，终于等到你了。啊，走，先吃饭。啊，直接吃饭啊？翔哥，你吃呀，吃，多吃点啊，吃虾。咱开始吧。确实有点硬。您是练什么的？我是练杂家的。杂家是集百家之长，才是真正高手。融会贯通。哎，大点声！我以为你别装了呢。你给我们展示展示吧。好。哇，这么潇洒刺客。杂家，其实我学的也挺杂的。地滑，地滑，你的腿的硬度是怎么练的？我们练搏击的，其实硬度也非常重要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在比赛当中踢对方十腿没事，对方踢我们一腿，我们就扛不住了。其实我也没怎么练，我天天没事我就想踢，我一天不踢我浑身难受。他不愿意透露，高手在民间。看好了吗？啊，快，我走了。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事啊，我要像他一样潇洒就好了。不哎呦，确实硬，不硬啊。有容，翔哥，别，哎呦，头晕。我叫小龙女，我是杨过。那这不是活脱脱的现代版的神雕侠侣吗？那我不就是火云邪神了？火云邪神，走。行吧。好啊。请，关门。啊？没有门啊。啊，对，你们到后面去吧。好，放到后面。走。真是天造的一对，地设的一双啊。翔哥，过奖过奖，欢迎你下次再来啊！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小黄瓜，王师傅还有什么事吗？欢迎你到小院参加武林大会。放心，我一定到。